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啊嚟依间从前的小酒馆啊，Little Square 小酒小串慢慢聊啊。咁就啊试下，咁嘅因为佢喺网上咧打晒广告，又有臭豆腐，有鸭血咁咧，试下啊，试下走嚟。咁又有串烧嘅，当然佢。咁呢度就 Montreux Park 咧 ，Gowie 啊 ，Gowie 呢條街叫做咧，哎呀，我睇下先啊。如果等入嚟就自己先去，就彈撳入去，自己撳入去，然後等位 OK。嗱，呢對對聯都幾得意嘅，洛杉磯喝酒人才培訓基地。然後咧就南加州老串技術交流中心，咁啊裝修得幾得意，話圍棋添喎，有圍棋。咁咧就好酒不見南啊，三碗不過羅蘭江，幾得意喎呢啲啊呢啲咁嘅嗱，大家自己欣賞下大家，好大佢就有唱歌表演嘅，不過就要8點。咁我哋而家係5點啊，應該食到6點就走噶啦。我哋應該今日聽唔到歌，即係上嚟聽歌就夜啲過嚟。OK。哎呀，我話喺 restaurant 啊，叫咗啲羊肉串啊，佢一扎就有20支嘅。OK， 咁啊整個兜俾你裝垃圾啊，擺嗰啲棍仔嘅。OK。水就自己浸，都幾優雅嘅，整個壺咁樣，碟碗啊，咁佢架撐喺櫃桶，好似香港嗰啲有啲叉啊、刀啊、匙羹啊，咁我要喺嗰度攞 ，OK？ 呢個就辣椒咧，哎呀，幾辣 ，OK？ 筷子啦，咁咧叫好咧就撳鐘，啊，有咩就撳鐘，救命鐘。佢嗰啲羹都係膠。系 ，OK， 薯仔系嘛？啊，呢个烧薯，咁咧就唔够食咧，嗱，嗰一点都，哎，随时喺嗰度加嘢啊，可以自己。好啦，食啊，开餐。冇豆花生啊，呢个就冇豆花生，睇下有冇食。好，试下呢个先。我以为送噶。好脆喎，好脆，呢个唔错。炸薯仔，唔錯唔錯，嗰啲外脆內軟 ，OK。呢個臭豆腐啊，嗱依一種嘅款式嘅黑色嘅 ，OK， 陣試一試啦，加一嚿，加一嚿睇睇先，底下嗰啲多味啲嘅 ，OK， 炸嘅嚇，炸嘅 ，OK。好嚟，試下好，試下個毛豆先。OK， 一般。花生，我啲花生呢個係整咗有味嘅，有味。OK。呢個。你未試下呢個？可能加少少辣椒。Okay。 这底下是红色的是羊肉串，绿色的是牛肉，没有颜色，绿色是猪肉，没有颜色是牛肉啊，还有这些，然后小腰。啊，羊肉串。啊，又要又要包外面。这是什么锅啊？麻辣烫。哦，这个麻辣烫来的 ，OK。咁啊，攞啲石蠟，等佢滾起先食啦。哇，嗰啲串啊，牛羊馬，牛羊豬 ，OK， 牛羊豬。好，嗱，呢個你要等佢滾起啦。我試咗呢個先，臭豆腐。唔錯，外脆內軟。外脆內軟。一份鲍鱼串儿，放这边。啊，鲍鱼、鱿鱼嘛。
我食一個先，食埋先。辣度好夠，辣度好夠。你食得辣就加啲辣椒粉，如果唔係咧，普通辣咧唔使加都都 OK。系啊，豆腐干。够味够味。咁咧，嗰啲叫做咩？孜然粉啊嗰啲，辣度好够呢度啊！有啲嘢够辣，够辣。来一个羊，牛肉同猪肉 ，OK， 就鱿鱼、鲍鱼 ，OK， 试下个鲍鱼先。鲍鱼的。OK。够了。鱿鱼，鱿鱼酥。嗱，啲扇貝，兩個扇貝兩個蠔嚟噶，因為我同我老婆就食蠔，我仔同我女就食扇貝，好啲，一人一味。嚟，等下先，食咗啲串燒先，你哋可以攞嚟，要喺度啊，嗱，呢個紅啲咧，牛肉應該。普通啊，呢个都食啲，呢个白嘅嗱啫，白就猪，猪肉。其实串烧好少食猪肉，嗱个有啲肥肥地，可能系五花肉嚟噶，有啲脂肪啊。又 OK， OK。全是人，那广东人都不要紧，那个。想想想。哎，等我一个。拿两张纸巾俾我。知道知道。阿波斯在那边拿两张纸巾俾我。我番茄。好嚟，食得好啦！哎呀，我就一望咧，以为依个系蚝蛙好大只，原来喺度。OK， 试下。咦，两只喺度。两只嚟噶喎。好好的那种。嗯。等我一下。哦，这个鸭血了。鸭血 ,OK。顺便搞一搞先。不要紧，它等下慢慢跌下来。好，加多嚿鸭血先。哇，切得好薄啊，这个鸭血。呢度都差唔多紧，整嚿肉咧，呢个肥肥牛嚟嘅，肥羊定肥牛咧？好，试下，试个鸭血先。嗯 ，OK 啊。
好滑好淋，鴨血唔錯啊，成個肥肥牛。呢個肥牛咧，唔係太濃個味，唔係太濃。如果你唔係食咁鹹，應該就 OK。我食鹹啲咧就淡，淡，食埋都好啲。啱啱熟個蠔 ，OK。啱啱熟。我想買個炸薯片。可能加啲水。臭豆腐拉屎有冇啊？有冇人啊？有冇人啊？你有冇试咗？你试咗未啊？爸爸仲有冇？几虚伪啊！炸大问晒啊！好好好。唔係太濃，佢個臭豆腐啊 ，OK， 同埋佢外面係炸得好脆，裡面就夠腍 ，OK。唔好意思，又唔係鴨血。在這裡呢，是吃鴨血才有這些質地的，這樣淋淋地呢，好滑，好像香港這些豬紅一樣，在這裡吃的豬紅呢，很硬的，即不會好像那麼軟滑的，所以吃軟滑的質地你要吃鴨血 OK。好繼續開餐啦！嗱，呢個就比較少見喎，燒呢個豬腰啊，燒呢個豬腰，我試下先。唔係，係咪搞錯啦？鴨近啊，近嚟噶。呢個係咩嚟？豬腰，豬腰啊，好似有啲鴨近咁嘅樣，豬腰 ，OK 啊，個口感有啲似鴨近。哦，鐵板金針菇啊，呢個 OK。哇，仲有一大扎。呢個串燒嘅問題咧，好細粒，燒得好硬，黐到個竹枝咧好實，要慢慢咬。呢個就豬腰啊。好啦，呢個試下。呢個咧就睇下咪啲。台灣菠蘿腸啊，好好味嘅，
但係睇個樣子就唔係咁似。食落睇下咩味。唔係想象中嗰啲味。OK， 好，繼續。買個金針菇。差不多了都到了。蒜蓉也夠，都是有少少偏甜的，好像啲味偏甜。好嘅，呢張台咧就我老婆揀嘅。你遲早都是富婆。